好，大家好，给大家带一场比赛，这是2022年的斯诺克大师赛的第一轮第一局啊，由希金斯753级的约翰希金斯啊对战赵新成。现在是两人的第二局啊，希金斯暂时领先一局。最近的比赛啊，2024年的斯诺克大师赛啊，也是，由丁俊晖和火箭啊一场对决啊，也是非常的精彩。即便丁俊晖也是落败不敌奥沙利文啊，但是拿了一杆147，也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啊。好，看看这一杆的长台啊，右下底带着赵新童，看看能不能打进。哎，准度差了点啊，没有拼进这一杆。不过希金斯啊，也是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。希金斯在职业生涯中啊是4次的世锦赛冠军，3次的英锦赛冠军，2次大师赛的冠军啊，是首位包揽四大赛加冕金满贯的选手啊，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老选手了啊。也是和火箭啊，还有老威廉姆斯，三人并称753级啊。好，篮球打进，走下来以后，看看左下底带啊。黑球上方低杆走过来啊，好拉回去，继续黑球的叫位啊，同样的带口。17。18。目前台面上这个局势啊。赵云桐如果打得好的话，不出什么意外啊，也是可以直接拿下这一局了。红球全部集中在下半台啊，可以围绕着高分彩球。26。黑球或者是粉球的连接啊。33。好，继续左下底带的高杆推进以后啊，看看，34。好，向下的角度还是右下底带黑球的连接，打完这一杆直接去到右侧啊。好，底库起来，41。看看向下的角度啊，左下底打进以后，左侧黑库起来，看看白球的落点，哎，停在了绿球的旁边啊。看看咖啡球的进攻点位啊，
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完全的贴死。嗯，还是可以走下来的。嗯，继续粉球右侧的下面这一颗啊，角度偏直。嗯，直接推过来刹车的杆法，好，停住，继续左下底带的黑球。嗯，低杆登上来，好球啊。54 55 55，好，连打带 K， 好球啊。嗯，61。嗯，右侧的一库弹回来，继续嗯粉球的连接，打完以后叫到粉球右侧这颗红球，嗯，直接过来，好球。68，已经超分了啊，超了一分。69。嗯，推进以后还是黑球啊。好球，哇，这一杆很细啊，直接是给救活了。76，先左下底带啊，先把难打的踢边球给打进。有惊无险啊，打进了。84，好，单杆84分啊，全部青台是135分。好，嗯，这个黄球啊。黄球的角度是更为合适一点。嗯，87，好球啊！这样粉球也是可以看到啊，这样直接去叫左侧中带的红球，最后一颗红球。94 95，嗯，打粉教皇啊，直接上来，不行，光他们这么光亮。106 110，嗯，台面还有最后的18分啊。115，嗯，这个节奏感把控的也是非常不错啊，这个状态。121，好，最后的青台啊，128分。好，恭喜张云鹏。